134在4月27号，好，那上午中午的时候有搭254的公车。那我们先看看相关比较有掌握的哈，相关的134跟136，好，相关的一个场所的活动史哈。那在134在4月27号，好，那上午中午的时候有搭254的公车。然后12:20在金富门 7-11 金富门市哈，待的时间很短，他就领个钱就走了哈。然后在12:30到2:30哈，再待的时间比较长哈，在巴雷印度餐厅哈，台北市松山区光复北路12号1楼。然后2:50到3:30搭乘672的公车。好，这是他的一个哈，在4月27号，那4月28、29啊，主要都是上班哈、下班哈，所以在啊，在4月28，在12:50到1:25啊，那另外4月29号10:50到11:20哈，搭乘262的公车啊，那往返住家及公司哈。那应该是一个是上班的时间，一个是下班的时间，然后那两天的时间应该是一样。那136是4月26号到4月18号，那还在时间还没有弄得很清楚啊，基本上他就是上下班。那去的时候是搭捷运，那由顶溪站到古亭站到西门站，那到西门站那转公车，好，成都路到先那个怎么念？回程就还不清楚哈。那4月26号哈，7点晚上哈，晚上应该是9:25到20:30，好用餐在72度西苏肥健康餐啊，新北市永和区宝平路9号。那相关时间有出入这些或相关的一个通行的哈，相关的人就。好，稍微注意一下，那自我健康监测。那5月12日前有出现发烧、上呼吸道、味嗅觉肺腹泻相关的一些症状，那就就医的指定社区裁检院所就医。好，那不要搭乘大众工具。那就医时，但主动请告知相关的哈旅游史哈接触史哈。好，那如果有疑问就请拨打1922。